现在正是黑尾鱼的旺季，台东新港渔港这两天也大丰收，抓了70多尾的黑尾鱼，打破了渔港的记录。有位船长光是一艘船就捕获了24尾，相当惊人。而主要是受到这回马娃台风的影响，过境之后把黑尾鱼的天敌海豚给打散了，黑尾鱼又纷纷来抢吃鱼饵，让渔民呢一收网几乎勾勾中奖。一大早，渔民们在台东新港渔港忙进忙出，赶紧卸渔获，一只只又大又肥美的黑尾鱼赶快送上岸。这回大丰收让他们笑到合不拢嘴。渔获实在太多，渔民们赶快清理称重，光是5号、6号两天，在兰屿东方海域就抓了70多尾，打破纪录。有位船长光一艘船还捕了24尾，相当惊人。直呼忙了快24小时，但又累又开心。我24尾，要24点钟了哦。一尾你也下了，你要处理，啊，要处理好，头前过来啊。黑尾鱼怎么这么多？渔民推测，今年闰二月正逢黑尾鱼旺季，加上台风刚走，天敌海豚被打散，没啃咬黑尾鱼，黑尾鱼又来抢食鱼饵，渔民一收网，几乎勾勾中奖。可能是上个礼拜有台风这样扫过，过境的关系，啊，可能那个海流可能把我们的黑尾鱼都把它带进来。把握黑尾鱼旺季，近期渔民们纷纷出海抢赚海中黑金，渔获钓满满，荷包也赚饱饱。记者刘林翔台东报道。